蒋家第四代的蒋万安在立法院捍卫国民党立场，经常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分析时事，被政坛视为国民党的明日之星。更在国会跟江启臣这些蓝营新生代组成连线，不仅是蓝营的指标人物，拥有蒋家背景，更凸显他在政坛上角色，也因此一讲出支持总统蔡英文针对两岸议题的四个必须，让国民党陷入窘境，也成为继李登辉两国论之后蓝营内的路线纷争。两岸关系比较特殊哦，没有办法，什么东西都是透过所谓政府对政府，我是部分觉得是的确是台湾的态度，但部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更弹性的一个做法。蒋万安如今两岸议题成为绿营操作箭靶，国民党中生代尽管支持，也得挑重点说。四个必须本来就是九二共识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，习近平他个人的说法，但是不代表国民党的认同。蔡正元则是直接在脸书上评论蒋万安是典型的涉世未深，更凸显了两岸路线在蓝营内被吹起的矛盾。九二共识的内涵在这一段时间有被污名化的情况。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建构在九二之后的，把它加强版的一个新的论述。朱立伦深夜发脸书，强调不分蓝绿白对这片家园的热爱都不致有差别，强化九二共识基础就是和平。习近平抛出一国两制已经让蓝营陷入尴尬，如今蒋万安敏感发言更在蓝营内掀起两岸路线风暴。